今天长得还不像我，会吗？会有从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长得有点不像我？怎么会这样？早安，晚安，晚安大家。我们来听听今天有什么歌可以听。现在你的喷雾是这样吗？这样对，我就是觉得今天很轻。没有，不是，不知道，随便。我们来听听歌，有什么歌好听的呢？随便，我们来播一个歌单，想一下什么歌单？我想一下哦，2022如何？2022流行歌单，2022流行歌曲。晚安，三月新歌，我们来听一下三月有什么新歌。你要走了，你要走了。Hello， 晚安。大家会不会想现在在哪里啊？现在其实还是其实没有人在想，有人在 care 吗？你们可以问一下吗？你们要不要问一下？一家现在被子白白的，是在哪里呀、啊？大家快问快问，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没有人要问，谢谢侯云的情人节会员票，谢谢。有啊，有人问好，不是在公司，哎，是在会议室吗？没有。今天还在我姐这边，然后因为呢，原本的那个位置不是会很曝光吗？这也是我姐的房间，但是原本的位置会很曝光，所以我就移了一个位置。我现在移到对另外一个位置，但这个位置呢没有桌子，这个位置没有桌子，所以我只能用手拿。谢谢小阿光的行李箱，是会议室装扮吗？可爱吗？这衣服，这衣服是去南投的那一套，我觉得很可爱耶。这一只可爱的小鸟，就是很有清晨的感觉。但要拿一个半小时，为什么是一个半小时？因为我上次原本要播一个半小时，但是我去洗手了，我去洗手间洗手，所以就没办法，就变成今天一个半小时这样。没事啊，谢谢 Gek 的幸运四叶草跟振宇的梦幻泡泡。我们现在的歌单是什么？是三月新歌的歌单。然后今天是火鸡汤台，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欢迎提问哟。没有问题也没关系，我们就聊聊天。谢谢冯甲人的爆竹，感谢。那天洗手就是觉得水温还不错，我有用心去感受那个水温。外头啊，现在头还来得及。然后今天刚刚 just now 公布一个消息，就是三期生的招募延长，开放增广年龄。就是年龄开放到24岁，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 AKB48 TP 的团队，耶！期待哪天会放宽年龄，不是放宽年龄，放宽性别。嗯，谢谢陈亮这样的掌声鼓励。哪天放宽性别，大家就有机会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报名。像泰国，去到泰国回来就有资格了吗？谢谢 YC 的浪漫玫瑰，没有错。什么时候？这可能要问邱元康老师。放宽性别，年龄的问题吗？会变对，会变别种团。这不是我们 AKB48 TP 了，就不是这样啦。
中分哦。你女儿还差六岁，可以的，等你女儿来抱。六岁是几期啊？八期嘛之类的，八期生，可以的，等你好好栽培，你女儿的我的位置就会承接给我的冷笑话王位就会承接给你的女儿了。对，学姐学弟团，学姐变别团。晚安晚安。大家会觉得头很晕啊，这样拿着也没办法咯。头晕也没办法了。你好你好，大家晚安。 AKB49 没有，我们现在这团叫做 AKB48 Team TP。 然后如果开男团可以叫做 AKB48 Team 台北， Team 台北怎么样？好像不错。这样现在晕很正常吗？真的吗？看到我就晕了可以吗？对，他不想继承我的冷笑话功力，他是想要继承他爸爸的。很快就晕，应该是因为看到我吧？是吗？看到我就晕了，好晕好晕。什么时候会放弃走回去？走回去哪里？走回去哪里？哦，你说走回去原本的桌子是吗？我会放弃吗？我是会那么轻言放弃的人吗？还真的是，我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吗？搞不好真的是。谢谢 Misa 梦幻泡泡，谢谢小羊猪猪你哦。谁还没在爱情里受过几次伤？感谢感谢。你说对啊，你说所以我们等一下以后大概一个半小时，我们直播可能就是可能都会讲这样子，因为我的手比较不稳一点，所以就是这样的直播，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哦，怎么这样，好晕好晕好晕，怎么这样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这样会很晕吗？就是可能是等下一个小时讲话，就是差不多是这种，大家可能就晕了。那这样，这种 feel 大家如何？大家好像没有那么晕了。今天，因为为什么今天会那么晕呢？因为明天是礼拜五，礼拜五就是要。今天是礼拜五，明天是礼拜六，然后就是放假前的星期五，就是要chill一下，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要chill的感觉，有吗？还是我们应该要播一些什么chill的歌之类的？会吗？会有什么chill歌合集之类的？秋哥，我直接打秋哥，会有这个东西吗？有喂，睡前秋，你在听什么什么？睡前秋放松歌单，好像还不错啊。现在是睡前吗？还是其实根本没有？还有好几个小时。我现在是睡前嘞，大家只要。跟你们说一个规律，就是有一个规律，就是只要发现我在我姐住我姐这边，就代表隔天要很早起的一个规律。谢谢小阿公的浪漫玫瑰，感谢。对啊，秋哥，来听一下秋哥。谢谢 Gate 的一封信跟 River 的浪漫玫瑰。而且不是听说昨天好像有地震的样子，但是因为好险我在哪里，我在练舞，我们组在练舞，所以就还好，就没有感觉
顺利的逃过了一劫。这是姐姐家的墙壁，跟大家讲要怎么分辨姐姐家的墙壁跟宿舍的墙壁，就姐姐家的墙壁比较白，姐姐家的墙壁会比较洁白一点，宿舍的墙壁可能这里会有一条黑黑的东西。对，大家学会了吗？学会分辨了吗？不是宿舍脏脏，是宿舍的墙壁有一个，但是你不知道可不可以油漆啊？宿舍是不是这本油漆？地震是因为草主练舞吗？不是吧？啊，刚刚在我直播间地震了，你说这样吗？好晕，好晕，太晕了。对啊，然后因为今天又是311，然后觉得天哪，地震真的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突然感性。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生。谢谢不挡不道做的情人节会员票。什么意思？什么叫墙壁白点会比较明显？什么艺术？谢谢阿俊的早安宝宝。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顺利长大，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明天早上，哎，说到这个，说到明天早餐要吃什么，我自己说的啦，你们没有说。说到明天早上要吃什么，我才突然发现，原来就是我推的那个四季春茶面包啊，我发现它的评价好两极哦，就是真的是蛮多人说不好吃，就是蛮多人不喜欢的，但是我身边的人吃都还蛮喜欢的啦。有一个什么朋友，工作朋友，有一个工作朋友，然后他看到我买那个面包，然后他回我的现实说这个好吃吗？我就说超好吃，一定要去吃。然后他就去买了，然后就说好吃吗？然后他说，然后他在拍照说好吃到吃了第二个，哦，那么好吃，是真的很好吃哎。但是我发现就是还评价还蛮两极的。欸，刘小晴也去买了，在今天，因为最近全家的面包第二件60%哦，大家，我跟你们说，全家不止1700后有友善，虽然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在合作，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就是 Team TP 跟全家还有没有在合作关系，但是不管，我就是全家的粉丝，好吗？就是呢，全家。不止1700之后会有友善时光的时间，现在怎样？现在不知道到几号，我忘记到几号了，反正即日起面包第二件60%哎，大家同品项面包第二件60%，不同品项好像是80%的样子，忘记了，很划算吧？第二件60%超划算的。所以推荐大家，如果还没有去吃过所谓的四季春茶，不是四季春，好想吃四季春茶冰淇淋，那还没有吃过四季春茶面包的话，可以趁着这个第二件60%的优惠去买一下面包。我不知道友善时光可不可以搭配，我不知道。I don't know。对，全家请找我。我是全家面包，全家新品粉丝，我真的很喜欢吃全家的新品，赞，好吃。虽然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在合作，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所以我最近在想，不是最近在想，我在想明天早上要吃什么。好，这是我的四季春茶吗？他吃过那个了吗？他吃过全家的双七零了吗？那个好事成双，它还有 title 哎，它还有个 title 叫做好事成双，好事成双世家冰淇淋，我是觉得还就是不是到我的特别爱，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铁观音，但是是艺人的爱耶，林允超爱，但是林允喜欢那个世家双淇淋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世家味。
它是真的没有释迦味，它真的没有释迦味，它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哈密瓜的味道，有点像清冰，清冰加哈密瓜味，反正它就是没释迦味零。但是因为林允很怕，林允不喜欢释迦，所以他觉得那个很好吃。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哎，还是释迦冰淇淋，释迦做起来的冰淇淋会像哈密瓜，反正是因为完全没有释迦味，所以林允很喜欢，很酷。然后说到林允，说到林允呢，就是我们的AKB48 极短系列，它昨天上架了，虽然说是礼拜三周更，但是迟到了一天，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观看我们的 AKB 极短系列，以后应该也都是在礼拜三，会周三周更，礼拜三固定更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极短系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次的极短系列会是什么？欸，这个音乐是刘晓庆剪的，他还给我剪音乐。我们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口头噔噔噔的，我们直接设备升级，我们现在有音乐了好吗？哦，对，是要直接冰冷，但应该很多水果都是吧？很多水果直接冰冷冻都会像冰淇淋，像那个榴莲。刚想说冷冻榴莲真的是很好吃，冷冻榴莲毕生挚爱。但是我们跳那么快，但是很喘哎、欸，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很喘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跳完就是，可能是跳太快，就是噔噔噔噔，就是那种打从心里会觉得天哪，好喘哦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喘，你要喘得很美，所以是。结尾妖精，大家，我是结尾妖精。张嘴喘，张嘴喘是跳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怎么会那么喘。怎么会那么喘这样子？怎么会那么喘？怎么会那么喘？谢谢伟的缘分相遇，但龙珠，但龙珠，突然的业配一下大家，我们的三月份神写真，特务就是大家很期待的，大家很期待的三月份。有吗？有符合你们的什么审美是吗？有符合你们的标准吗？就是大家感觉好像很期待三月份的声写真，因为很多成员讲吧，蛮多成员说那个三月声写很厉害，大家要符合。还好，你要不然你要怎样才好？苗苗去当声写真姐姐。超棒的，对，痛快给我狠狠的一枪吧，我没关系，但我是反作用力，虽然念快会变很像中立，反中立。谢谢小妖公的掌声鼓励，婚纱，大家可以期待，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主题，其实也都可以提出来。就是对啊，我们姐姐需要大家的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想看拍什么主题，像我最近很想拍一个主题，就是那个，但我觉得全团只有我想哎，所以我最近爱上一个造型，就是绑那个戴阿嬷的那个花花斗笠，这是我最近爱上的造型，因为最近突然体验到这件事情，就是戴那个。那种采收啊的那种阿嬷斗笠，但我觉得全团可能只有我想要做，就算了，我自己去拍。谢谢刘战国浪漫玫瑰，谢谢意在风尘间，那可能我要逼全团戴那个斗笠帽。
糟糕人士，哪里啊？你吗？我相信已经不是你啊，因为你不糟糕。但是水浊会有啊，水浊不是已经出过了？去年就有出水果，哎，我们来做一个水果主题。对啊，就是那种农服装啊。所以就是有啊，这也不是斗笠有花花，就是斗笠，然后里面不是会有那种衬，那叫什么啊？衬巾，就是在里面的衬巾，四角方巾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可以拿来洗的那种。你是糟糕人是吗？不会，大家都那么善良，谢谢嘎比的闪光星星。大家想开始水果主题吗？我们就是大家的头戴一个水果这样，水果头套。那我要当榴莲姐姐，一定是榴莲姐姐。要请是榴莲姐姐，那我应该是雷莉姐姐。我就是每次都忘记雷莉的雷莉到底是什么水果，什么美国加州樱桃之类的。不要重复水果也太难了吧，要逼死姐姐。谢谢 Julian 的好学生证。说到好学生证，最近签了那个学生证，就是抽奖，然后什么二月申写证的抽奖的部分，最近去签了，我觉得还签的蛮好的，大家可以不知道谁会被抽到，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对。我在上面写了一个蛮烂的笑话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就是真的蛮烂的啊！谢谢 YC 的浪漫玫瑰，谢谢小阿光的浪漫玫瑰。这么做起来，这是一个心虚笑。晚上九点，哇，我的业绩，我业绩小也不是，就讲我业绩也太真实了吧？不能讲那么真实。等一下，我想一下。哇，这样子你以后就少了一个收藏了，太可惜了，我就不能陪伴在你左右了。这是我短发，我现在这个短发有点不对称。嘿嘿，这样可爱吗？短发感。我最近很想剪那个，对，我的心意少一份。我最近很想剪那种耳上三公分，耳下三公分，耳上三公分是哪里啊？耳上三公分这里哦，想要剪耳下三公分，然后把后面剃掉，这样就是学生头。耳上三公分好短，耳上三公分。我脚嘴，耳上三公分是那个，合同头是吗？合同头，我去剪个合同头好了。我觉得成为那个全团焦点，就是王一家的心机，就是用在这里的。王一家是一个有心机的人，王一家是有心机的人吗？是他具体做了什么事呢？他为了想被看见，去剪了耳上三公分，要多短？新去那个理发厅说，不好意思，我想剪耳上三公分。你说耳上三公分是哪里？是这里吗？开剪。对，就是那种妈妈小时候剪的头，妈妈小时候会被规定剪的那种头。对，马上每个人都认识。来，明年公司头。今天公司投的，但是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想剪短，还是其实还好，但剪短很显脸圆可能要先瘦一下，要去瘦身，瘦身成功才可以剪短。为了剪短去瘦身，不然我就要越来越圆了，我已经要元宝了，元宝。留一点三公分也太短了吧。这旁边要耳上，后面没有，是什么概念？好啊，别人的公主切是切这边，然后我的公主切这边，我要创造那个
时下最新流行的公主切要切在这边，别人公主切都切这里，都是切这里。墨西干头什么头？对呀，我现在在认真瘦身呢。公主切这边。有人会剪耳上三公分哦，不是通常都剪耳下吗？确定会有人剪耳上？会考考怎么样？会考还没考吧？会考不是五月才会考吗？是吧？五月考会考。墨西干头，类似鸡冠头，哦，没有，第一次听过，第一次听到，就跟，因为我最近上课，然后。就有人问说中岛的台语怎么讲，然后说中岛是什么，中岛太太，中岛太太，为什么中岛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说哦，原来中岛就是那种有钱人家，是有人钱人家吗，是有钱人家客厅的那种，就是厨房延伸出来的那种琉璃台，大家知道吗？就是对中岛美嘉，就是那种延伸出来的琉璃台厨房，对，中岛式厨房。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哎，我想说，我连华文都不知道，我还知道台文是什么吗？家没钱，对，我也没，但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东西原来有名字，我以为它名字就叫延伸出来的厨房，延伸出来的厨房的台语，不是延伸出来的华文，原来叫做中岛，没有，就是那种，但就是这种台，就是新词吧，就在研究新词的台文。新词的台文要怎么讲，就是可能要靠发明，要靠自己去发明，然后就是要想一些构词之类的。真假的，他们要改，他们要改中岛式，那么厉害，那我要再去他们家玩。就是有人说可不可以叫坤星的坤，哦，坤星台，坤星台，坤生台，坤星台，或者是造歹，造咖歹之类的。对，他就这种就是看那种母语台语母语人要看到那个的第一直觉是什么，然后就照他讲吧。不知道，这是还没，这没有统一，这是我们自己想的，就是自己想说，觉得按照什么构词啊，什么可以叫做什么。可以叫什么之类的，全能改造，好久没有看这个东西哦。吃饱了，造呆造咖呆之类的，就是一些新词，我真的是他新到连华文都没有听过，救命，真的是不晓得。Yo yeah。Middle Island， 对，对啊，中岛也是从英文翻来的，叫中岛也是因为英文叫做 Middle Island。我第一次知道，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这东西。谢谢煞气草莓酱的梦幻泡泡，我来开始慢慢地回答问题。等我一下哦，还是 IG， IG Go。对啊，我去剪了短发，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造型。想要剪更短一点，耳上三公分之类的。
点座，我前面的人身高超级高，请问该怎么调试心理呢？下次会更好，下次会更好，加油！再等下次就尖耳上了。对，邱日红的眼睛夜障重，丢的，丢也是一种说法。这种就是直观，就是大家听得懂比较好，比较对。对呀、啊，我毕竟也是舞蹈团出身的人，虽然看不出来，但我从小还是有在练舞的人。现在邱日红的眼睛也障重，当时你在想，嗯，是谁呀、啊？谁前面坐了一个很高的人是谁？是谁呀、啊？谢谢 Hoing 的学霸，感谢。是谁呀、啊？是谁？谁？有人很高吗？嗯，我觉得就对啊，下次会更好，就是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我建议你可以跟他，就是怎么讲，交个朋友啊，搞不好可以认识他的女儿，也不错，对不对？就是可以交个朋友嘛，然后可以认识一下他的女儿之类的哦，之类的都可以，广结善缘，对不对？有句话说广结善缘，对哇，杨兄很会工商哦，没错，可以多办几个 AKB48 金鸡皮的会员，就可以用抽的，你就可以在比较前排。要规定超过185，老沙到底几公分啊？其实我不知道哎、欸。他现在女儿太超过了，老沙使用了恐怖的表情符号，大家有朋友啊？大家有朋友啊？我刚刚看到有个问题，有人说一家怎么突然想剪短头发，主要呢就是失恋了，有人转推了，没有啊，开玩笑。好像没有人转推，大家都很乖，大家都很乖吧？大家会转推吗？我是觉得不会吧，大家都不会转推吧？对啊，主要是失恋了这样，被迫转推没有吧？没有人要转推啊？6-3C 1-8是这样吗？我会变6-3C的话也是。那就蛮厉害的哦，那就真的蛮厉害的。被发现了，原来是你，开心，居然让我不开心了，开心让我不开心了吗？好难过。不会，你没转推我就剪短了，对吧？国术鸡肉饭，你没有转推我就已经剪了、啊。先要去吃饼干，什么意思？谢法你那么可爱，这是可爱帅气啊，但是有点，这是谁的发型？肉肉吧，这肉肉现在的发型对吧？差不多，这个长度，这是肉肉的长度。修炼要谢谢，那失业呢？那失业怎么办？失业也谢谢，失业阿里嘎多，我失业了，但谢谢你。这是这是我的毕业曲，大家已经提早被爆雷了，他已经提早被爆我，你要爆我吗？提早被我爆雷了，就是我们一家毕业曲 title。失业，谢谢。是要谢谢我。果树承认自己结婚，他不是他不用承认啊，他心里是，他就是了，你们懂吗？就是推谁这件事情是不需要承认的，只要他心里有推，那就是有推，就是一件打从心里。认知的问题。哎、欸，我真的是千万，
我签完那个生写证，我才想到可以签噼啪哩噼啪路哎、欸，但是我已经签完了，来不及了。我真是签完才发现，我居然可以签噼啪哩噼啪路，来不及了，已经不会有噼啪的主题了吧？还是会有，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啊？这是什么对话歌？对啊，国书跟我是心灵 match 的。要去卖唇膏怎么会失业？嗯，说的也是。那就请大家，请大家多多捧场喽。也要请大家多多捧场了。虽然我很喜欢一家，哦，那就是有推啦，我不用看后面了吧？你喜欢一家，就是有推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不错。我抱你像抱琵琶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状元高金箔，会呀、啊，当然是会啊！欢迎大家以后可以提供我一点金箔，我不知道金箔到底多贵。状元高金箔状元高，哎、欸，我现在是好像国中生哦，因为我国中是短发哎、欸，但是我国中的短发是那种没有刘海的，我国中是没有刘海的短发。应该是有刘海的短发，比较可爱。送金我没有，以后再送我。现在不能送金，现在送金箔蛮怪的。不是，我是不是你抱我油抱琵琶，是油抱琵琶你抱我。我很幸运，我把他带到这个地球。哪个地球？好晃啊！麻烦你抽金箔，以后就会收获一堆金箔了。我以后就是全部的，那什么？哎、欸，什么？全部的抽屉都会是金箔，什么猪？什么猪抱琵琶？猪抱琵琶是什么概念？你说那油很像猪吗？可以送金箔吗？我要恨歌了，我不听臭臭歌了。换个歌单。邻居回家了，我也不知道邻居是谁。嗨。我姐说她因为这隔音没有很好，所以我们讲话就是要比较小声一点。一起来 kill 带我走，是我你说是我像猪，那应该蛮可爱的吧？那应该就是刘晓晴很喜欢的样子。小猪很可爱，他怎么播不了歌？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播歌，我要听，给我听。我名叫写油，不是，也不像那个油吧？此油非彼油哎。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哦、有一个问题，他大概我就不详述他的问题了。他的问题大概就是选出来的人大概是有什么机制，就怎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选拔之类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蛮难说的，就是
也蛮多人大家觉得说他可以成为选拔了，但是就是对公司决定，选拔基准公司决定，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公司决定。对啊，很认真的问题。你可以了吗？你要上选拔了吗？这基本上就是，对啊，公司决定。官方我要回答什么？对，但我不官方的回答是公司，不是，这不是官方回答吧？官方回答就是你够努力，但这也是事实啊，就是你要够努力，然后让公司看见你，然后私下回就是官方回答，然后私下回答就是公司决定，是吧？主要是能让公司赚钱的上，其实也不一定哎、欸，对啊，也不一定啊。像我应该还好吧，我在选拔里面就是那种老实实际说，但因为我也是比较偏佛系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还行。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支持我，非常感谢大家。但我觉得就是看公司想要培养谁吧，就他如果对啊，人气高也能上选拔，就是我想想看哦，也不一定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公司决定。你上选拔也不是这样讲啊，因为像什么？也没有像什么，就是公司决定，对，就是公司决定，公司决定。你的姓，你说纯正姓感吗？什么姓？什么姓要说清楚哎、欸。你说什么姓？是好的姓还是不好的姓？对啊，就是公司考量。基本上公司考量应该占了大概90%是公司考量。什么场景会议室？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我常进会，但我想想看哦，我自己觉得我会上选，不然我讲一下我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会上选拔的原因好了。我想想看，哦，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猜的，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啊，因为可爱也是蛮有可能的，我觉得因为可爱好像占了95%的理由，大概如果上。100%可以上选拔的话，我大概有95%是因为长相比较可爱的这个部分，这是蛮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嗯，对啊，但这也没有办法，就是长相也是一种市场考量。这我觉得可能95%是那个长相可爱这样子，然后大概有5%，有5%我自己猜测，大概有5%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换过了一个老板嘛。然后我们换老板的那个老板，他就是会来，他每一场公演都会来看。现在应该是吧，有点久没公演了，就是刚，尤其是刚换的那个时候的每一场公演会来看。然后他就觉得我的 MC 还蛮不错的，这样子，然后就特别留意的样子，差不多可能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啊，就应该是我做出自己的特色吧，就是有做出自己的特色，然后他会找我，那个老板会找我研讨一些台语之类，之前，现在比较没有，他们这理由这么认真，但这个理由只占5%而已，我觉得。这理由只占了5%，但是95%可能是因为比较可爱，对，可能是这样，对吧？你们否认吗？你们会否认这件事情吗？你们应该不会否认这件事情吧？会吗？会吗？
手连天叫我爸，来吧。我设闪，谢谢。可不想不要，你们说，你们还敢说不是？那边晕倒。对吧？可能是这样，不知道。可能要唱一首 Maybe。一万给 Maybe。是吧？公司要考这个吗？不知道，不知道。哎，是唱歌还唱歌也还行，跳舞也还行，谱上谱上，唱歌谱上，跳舞谱上，大家都在努力中，好吗？我是有在努力中的，进步幅度，然后再上 MC 之类的 ，WC， 哎。扣钩哦，断了吗？领口断钩了，没事啦，都是浮云，一切都是浮云，好吗？唱的什么就是不难听啊，就是不会到那种听不下，应该不是不难听，就是不会到听不下去的那种，就是可听。你可以去搜寻我的 IG， 我 IG 有蛮多我唱歌的作品的。本身最近 cover 了一个 Season 48的 The Bubbles in the Sky， 对，广播好评有吗？我不知道，应该吧，应该有广播好评吧，应该是有广播好评，所以呢，可以去听听。之前有一些自创作品，例如什么轰隆隆之类的。我小腿经常没有吧，我嘴巴。算大，偏大。所以谁是什么？你说谁是唱歌不好听？可能是胖虎之类的，还是大家觉得胖虎唱歌好听？其实也是有人觉得胖虎唱歌好听，就是每个人的这叫什么审美观吗？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所以有人觉得胖虎唱歌好听。是这样，可能是胖虎。胖虎在死谁？就是那个啊，在指哆啦 A 梦的胖虎。TP 谁是胖虎 ？TP 没有人是胖虎啊，大家都那么瘦，对不对？大家都那么瘦，没有人是胖虎。对，胖虎自己当然觉得自己就是要对自己有自信，对自己有自信。这我就觉得很厉害，一个人就叫关关，大家知道关关是谁吗？关关之鸠，就之前也有访问过 TP 的那个关关，他就是唱歌蛮出名的难听，但是他就是直接唱出了自己的特色，然后就开始出单曲。但我真的觉得他唱歌真的是有进步哎，就是真的是蛮厉害的。非常梗，大家太慢了，还是用讲比较快。关关之鸠，没有错。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就是要对自己有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like me， 有吗？还好啦。说到自信这件事情，真是可以讲很多哎。过度的自信怎么办？过度的自信怎么办？就需要摔一下吧。过度的自信就是需要摔一下，摔一下就知道了。像我觉得我最没有自信的时期应该是刚上五单选拔的那一段吧，
说到自信这件事情就是一家了，应该说转念转念，简直就是长相可爱，唱歌好听， MC 讲卡就是上选吧。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相可爱，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重要就是要有特色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公司要让你上选拔之类的，就是你可以为公司带来什么呀之类的东西，不管是人气还是特色，就是你有什么特色之类的。快要了，不会啊，五大也出。哦，没有出很久哎，因为选上跟出隔了快半天。哎，今天几号？算了，我真的是，我记得差可能差不多是3月26之类的嘛，是吗？公布单选吧，3月的时候公布的，快年了，其实。快一年嘞，蛮快，但10月才出，因为中间碰到了疫情，就把自己先搞丢。对啊，3月公演后公布的。Daisy， 哎，什么 ？Daisy 公演。喋喋不休。我好快牛，头发已经从短发变成乱发了，已经逐渐变乱发。五号一年了吧？五号怎么可能还没一年？噔噔噔噔噔，因为是去年3月就已经一年了，去年3月公布五单。哦，321哦，哦，那么快，那快一年嘞，快要一周年了。因为今天手特别不稳，这样有没有像那种那种日杂有吗？还好没有。念经人禁止携带口罩，不是，对，禁止携带口罩，口哨，牛杂汤，好想喝牛杂，好想喝那个嘉义。东市场牛杂，谢谢 Cake 的真情告白。对，就差不多是。喋喋不休。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毕竟选拔的位置就摆在那里，就是你要说谁，因为你要说，如果你说努力才可以上选拔。但是可能要反问说，那有谁不努力的吗？就是其实也没有啊，就大家都很努力，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就是位置就是只有固定那几个，那能挤进去，就公司也很想挤，但是就是没办法，因为大家都很努力，大家都在进步，能挤下来位置就只有那几个，就是一件比较残酷的、比较残忍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是很努力的。就跟正式生一样，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有资格可以上正式生的之类的。六单是不是没选满十个？什么意思？越过山丘，我都吃哎，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就是我吃不出来这是什么的话，就不会怕。对，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叠罗汉的方式，你怎么开始从这边叠？什么意思？这是什么选拔？叠罗汉选拔？对啊，没有人是不努力的。如果说进步很多，可是当你在进步的时候，就是整个团队都在进步，每个人都在进步，大家都很努力的在进步，所以就是这是什么良性竞争？梁静茹，爱愁。对啊，不知道什么就什么都可以吃啊。你知道是什么的话，你就会有疙瘩在那边。那么酷的选拔方式，
聘应征，西巴啦，轮船位移是什么？噔噔，今天怎么会？因为今天就是手持，晕吗？赌香肠神吧，赌香肠神吧，什么神吧？麻将我一定输哎，麻将不会玩，我不会玩麻将，太难了。麻将的话应该是诗雅 center 吧，诗雅 center 不会，手不酸，不会酸。然后有人问说，觉得有就是团里还有就是还有可能比较组长气息的人，就可能说，比如说还有提到说可能以后组阁啊什么之类的，觉得团内比较有领队领导气息的人有哪些人？觉得首先就是现在的组长，就是雨晴跟小晴啊，诗雅要毕业了，拜拜，诗雅，再会的诗雅，碧莲，然后我再来觉得柏林吧，柏林就是很认真，然后因为他也是 The Puzzles 的团长，哎，这样讲的话，高姐是不是也可以？高姐会不会成为下一任组长？因为他是 The Pieces 的团长，他有一种领导气息。这是我决定，我去推荐一下公司，去推荐一下公司下一任组长高云爵。会不会下一任组长就是那个高云爵跟柏林？高云爵跟柏林去当那个下一次的组长，下一任组长，然后就是。各代表 The Pieces 跟 The Pieces 之争，救命！没有，我跟你们说，高恩姐是那种，虽然看起来很安静，但她其实是蛮乐在其中的类型，是吧？对啊，我们就可以 The Pieces 起飞，强迫成长。真是强迫成长。应下一任，没有啊，打散啊！再想一个。资源全部投入了 business。哎，我再进去问姐姐，我再看我下面姐姐说，姐姐，我们的 the pieces 的衣服可不可以放在官方处？哎，我要帮你们问哦，我已经人尽意志了，好吗？我已经人尽意志了。我帮你们说，姐姐的 pieces 的衣服可不可以放在官网出啊？他姐姐说，可是你们要先官方出道啊。他说你们要官方的仁至义尽。我刚才讲什么？人尽意志。国语推不拍谁？人尽意志，不管，我要讲人尽意志，这是我发明的新词。我就是已经人尽意志了，大家。我真的变乱发了，我从短发变乱发。我已经人尽意志了。然后姐姐说，你们要先公示出道啊，除非我先帮你们办一个出道日，你们才可以出啊。那我说，哈，那我们可以出道吗？姐姐说，你们想出道的话，我是可以去考虑看看。我想说，算了，先不要搞那么大好。毕竟 The Pieces 就是一个玩玩而已，我们没有搞大，搞大就尴尬了，大家。他说把你们安排在捷运站出口，捷运站出口出道如何？那我就问姐姐说，姐姐，我就去问那个我们商品部姐姐说，姐姐，我们可以出衣服吗？她说哈，你要出哪种衣服啊？然后就说，我就跟她说，我没有自己做衣服了，我没有款式，你要看吗？她说。啊，我只想要做那种一片一片披萨，然后大家连在一起可以变成一大块披萨那种衣服，就，好。姐说如果你们要出那种的话，我就出。我说，好像也不错。他说他是想出这种，然后他是想要出那种每个人一片，然后大家拼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大片披萨的那种衣服。想到这什么衣服？
好像也不错。就是我们决定，这是我们下一届团体了。我们下一届团体就是大家连在一起，然后就会变成一大块披萨。好像也不错啊。我们来听《夜空中》，夜空中最亮的星。对，大家躺在地板上连一片。大家想要怎么拼啊？披萨怎么连成一片？方形披萨。他说你们要出那个的话，我才要帮你们出。我们的不能出，他只想出那个。就四人在一起才是 the pieces， 没错。要叠乱叠起来，太恐怖了吧！放射围成一个圆，可是一定会有间隔吧？就是不可能。哦哦，好像不用哎，就是这样哦，满的，好像。还不错啊，不错啊，满版衣服，哎、欸，这样是满版衣服，是不是很贵？就是连袖子也要有那个图案哎、欸。哎呦，不小心跳掉。春宅的衣服。对啊，拍照都很躺啊。办公室对，交给公司了，谢谢公司。加油！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迷失在黑夜里。好期待哦！好期待我们的 pieces 的心意。有披萨被拿，好可爱哟、哦，很可爱耶，好像可以出一下，交给姐姐了。交给要先等我们那个正式出道日。我们要先正式出道才有办法。哎，说到这种 reset 票卖完了没啊，大家？我们到底卖完了没？夜空中最亮的星。先谈观众 YD， 你说我们先上一下观众 YD， 抢不到卖完了吗？这个月公演，这个月公演，那我们要先请小琴来一下我们 Billboard 的 reset 公演。对，超级八人，好可爱哦，好可爱的 idea， 是这么决定。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迷失在黑夜里。没还没吗？还没买完，大家，谢谢浪里的挥手的续费，感谢，还是有吧，还是有的吧，而且这是 MC 的人员有洗牌，是 MC 洗牌，期待会碰出不一样的火花，嘣！大家，快点滞销了，滞销了！大勇气，洗牌，而且我发现原来其实一直可以洗牌，所以我在那边问，然后姐姐说一直都，她说可以啊，你们想洗随时洗啊，她说跟我讲就好，我说、哦、好，那这样我们以后 MC 每次都可以洗牌了。我是去问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一直可以洗吗？好像是这样哦，就想洗就洗。除了 MC 1，因为 MC 1攸关换衣服的顺序，但 MC 3是其实根本没差。不是我们决定的啊，就是公一直都是公司决定，然后就一直以为是公司决定，然后是不是公司先决定了一个，然后如果我们想换的话，就可以跟公司提，然后我们就可以换，因为其实没差这样子。然后说。大家讲顺最重要，讲的有趣最重要，是谁没差？降点。只欠东风。对呀、啊，所以大家该来了吧？而且已经两个月没有看到大家
智商，哭了，先离开，你又要离开了，没事，你走吧，你走吧。默契很重要，应该说合不合吧，因为要换你才知道你跟这个人的 MC 合不合，我觉得合不合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 MC 很值得期待吗？还没定主题，还不能回答你，因为还没有定主题，应该差不多定了，但是还没开始讨论。第四，夜空中亮的星，谢谢火影的真情告白，感谢。所以应该说 MC 都会有一个接不接话吧，就是你比较容易接谁的话，就这也不是，这无关个性上的合不合，只是有没有办法马上接到话，只是你有没有办法接他的话，或者他有没有办法接你话的这个问题，只是要尽量让中间的空拍少一点呢、啊，对吧？这个就是要一直去尝试的东西。人家在品涵旁边可能会，因为很久没有跟品涵 MC 了。谢谢 CQMK 的梦幻泡泡，说到这个，超可爱的。等一下，这个要先播个歌，先播个歌再讲。有什么好歌？哇，没有，找不到歌。等一下哦，来播一下《喜字恋》好了。我失恋了。空拍是主 key 要控了吧？是吗？空拍是大家互相配合吧。应该说，如果大家都变得很会，也不是很会接话，就大家如果够合的话，其实也不太会有主不主 key， 就是大家就这样就下去了。啦啦，CKMK 的梦幻泡泡，就是呢，我要讲超可爱的事情，就是昨天我们练习的时候。昨天我们练习的时候，然后品涵就走到我旁边，就那时候还没开始练啊，就是先一点点的自主练，然后就是他走到我旁边，然后说，他说一家，然后说哈，然后说要不要一起吃饭，他居然约我吃饭了，好开心哦，他说要不要一起吃饭，然后他说跟小齐，我说还是你是想跟小齐吃饭。就是其实就是想跟小婷吃饭，然后多约一个我，没有啦，你看是想跟我吃饭，蛮开心的。品涵居然约了我吃饭，对啊，我这次被品涵约吃饭欸，怎么那么酷？他应该不要毕业了，应该不是吧？品涵先不要毕业，现在有点敏感。啦啦啦啦。他可能想要我帮忙约小齐，因为可能他们比较难碰到。不会啊，那天练习，你看我真的变乱发了。等一下，我要用我双腿夹住。好柯南，等一下，怎么可以弄柯南？等一下，太柯南了吧？等一下，哦，算了啦，就这样了，不要绑了啦，就这样了啦。哦，是什么有加然后就可以不用钱之类的吗？是这样吗？噔噔噔噔，郭树仪离开，郭树仪离开直播间，太难过了吧？这样，快点靠墙靠墙。这就是我的耳下三公分。让这样看地板，还是你们想看天花板吗？
好看吗？大家？大家觉得这个天花板的风景如何？我是觉得还行啦，就是对啊，毕竟天花板可能就是长这样，就是一片白白的。有时候我觉得人呢、啊，就是要回归这种纯净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都太过忙碌了，我们反而会忘记这种洁白的感觉。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望向天花板之类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快，快，我短发，我短发，短发回来。我现在是耳下三公分的。嗯，躺平主义。现在小馆面前浪漫玫瑰，我痘痘没有画底妆的部分。现在小阿光的浪漫玫瑰，耶耶 ，VR 感，这天花板，这天花板什么意思？我失恋了，但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哒哒哒哒哒，哦，我们来听，好久没有听这首。嘿，广告，他不让我点嘞，哦，有了。没有，还没约，还没约，约好时间。我说我们要去吃什么？威灵顿牛排吗？他说你自己做啊。没有，他没有这么说。有他有说等你做给我吃，他说好麻烦，不想做了。威灵顿牛排吗？要不要一起做威灵顿？自从他学会了威灵顿牛排，我就一直说你还没有做威灵顿牛排给我吃。约会自己煮，赞啦！最喜欢这样了。约会他是吃约会人煮的东西啊，浪漫，浪漫晚餐，很浪漫吧？我知道啊，还没啊，可能下礼拜吧，不知道，还是他要约时间。而且大家最近都偏忙，这可是他先约我的、欸。他先约我的，当然就是会啊，就是大家瞧一下时间。他说不敢约你，说喂你顿牛排，三个小时吃完了，是这样吗？怎么有那么难过的事情？不会的，相信有跟品涵培养多年的感情，有吗？有吧，有吧，有吧，品涵有吧。跟我们培养这份感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打。好的，有人说前些日子有人在直播上，有小偶像在直播上说可以推荐日剧给他，但是很不幸的，他推荐到一部他才刚看完而且觉得很烂的日剧，然后就被他旁边觉得这个也很烂的朋友呛到产生阴影。所以想问后以厚着脸皮著称有吗？以厚着脸皮著称的一家老师安利别人东西有什么技巧呢？万一失败了又怎么调试心情呢？我有很厚脸皮吗？是比较胖吧。是比较胖吧，我不是脸皮厚，是胖。厚着脸皮，我想想看哦，怎么安利别人？但是我觉得，就是别人通常，比如说别人一直跟我说，哎，哪个剧很好看，你要不要去看？的时候，对，我圆着脸皮，我不是厚着脸皮，我是圆着脸皮。
有点圆着脸皮。哎，是我推荐微微，我好像切错账号了。刚刚那个人是我吗？不是我吧？哇，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后者咀嚼肌，黑着脸皮什么意思？黑着脸皮。而且真的是我最近碰到一个比我黑的妹妹，一个比我黑的妹妹，她问我说，我说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她说，为什么你的皮肤那么白？然后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你知道吗？我想说，她说，因为说没有，我没有很白啊，也不是，因为我就比她白。但她说，对啊，我超白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我就也没有很白。我就突然觉得，怎么回答？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不反，他是很认真，他是很认真的在问。因为他皮肤就真的比较黑，然后他问我说，就是要怎么变白？那我就想说，这问题是我该回答吗？他不在嘲讽我。他应该是没有看到其他比较白的人。黑黑也不明显，就是看不到吧？这次看不到吗？我觉得，如果别人推荐我一个东西，我是不会想去看的。我就会觉得，也不是，就是也不是不会想去看，就是会在脑中有这个印象，但是不会马上去看，所以会有个印象，然后随缘，就是以后。如果突然很无聊，然后想到这个东西，我就去看。就是别人如果推荐我东西，我是不会马上去。比如说真的是超有兴趣的那种，我就会马上去看。但推荐什么歌，比如说推荐什么歌，我就会马上去听。但那种什么剧，什么推荐什么剧，然后应该说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东西，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东西就会比较快。像有时候叫他推荐歌啊，推荐歌就那种四分钟可以听完的之类的，我就会。去听，但如果是那种剧，然后很久，要看很久，要看一季的那种，就是我就会放在心里，然后就是很闲的时候我才会去看的那种。对啊，而且我觉得如果一直去跟别人说，哎，你在看什么？你在看什么的？别人肯定会觉得很烦，就是说，哎，可能三不五时说，哎，你看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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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你看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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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会这样吗？应该是不会。有人会那么烦吗？哎，我上次推荐你那个，你看了没啊？你看了吗？你看了吗？有人会这样吗？不要做这种人，好不好？如果会的话，不要做这种人。你看了吧？你看了吧？是吧？那很好看的，你没看吗？你看了吧？大家哦，撞到撞到头仔，大家不要做这种人。你在学谁？我就是学一个我内心可能觉得不太 OK 的人，但是我没有我生活中没有碰过这种人。大家想会不会有这个类型的人？你看了吧？是吗？看着我眼睛，你看了吧？你看 Miso 是什么人吗？Miso 不用推荐啦，我不是在看吗？我不是在看吗？我都推那么久了，你应该看了吧？是吧？是吗？可以推荐小火山，你看了吧？看了吧？他们推出的新歌一秒一秒越好，你看了吗？看了吧？你应该看了吧？很恐怖，这很恐怖。所以安利别人东西，就是不要强求别人一定会看，就是你就是佛系，就是你要有个佛系心理，佛系推荐好吗？大家佛系推荐，而且你佛系推荐别人没看的话，你心里也会比较好受，就想说哦，反正他没看也没关系啊的那种，你心里也会比较好受。我把新的看了吧，要叫新的哦。应该就看了吧，是吧？
圆着脸皮，圆着脸皮。半年前的新歌，对，半年前的新歌，差不多，差不多这样。灰远的爱的烟火，你应该，万一失败要怎么调整？就是你一开始就不要太，一开始就不要太去希望说他也会看，你就不会有失落的心情。一开始就佛系，一开始就佛系就不会有这个心情。对啊，握手会，握手会五月，大家，微波啊，谢谢亚欧梦里的。母羊宝宝，而且我们行程已经排到年底嘞，好可怕！我们已经往后排到年底了。谢谢欧梦里的母羊宝宝，感谢。哒哒哒。对啊，可是因为那个吧，借场地都要用抢的、啊，所以就会先抢后面场地之类的。所以亚欧梦里的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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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羊宝宝，谢谢，感谢你的一堆母羊宝宝。哒哒哒哒哒，排生日会这种就是对啊，就这种啊，生日会公演啊，生日会公演之类的啊，排排排排排啊。不然你们奢望我讲什么？演唱会吗？笑唱就是感觉最近比较防疫规定比较松了一点，因为对啊，最近比较还好，校园也比较开放一点点了，校园比较开放一点点了，就不知道耶，也要看学校啊，都要看学校。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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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来听个十月的脚链，十月的脚链，我对你的眷恋。The Pieces 出道演唱会吗？这个还没敲完，还没敲定，请大家持续敲。不会，我们没有想做那么大，我们只想做轻松一点。因为跟你们说，就是官方团跟私下团的差别，就是私下团可以比较自由一点，私下团就是你想搞什么就随便乱搞，但是公事团就是你可能要先经过一些公事的规定之类的。我们就是比较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自由自在的一团，不受任何拘束，可能对 Pieces 是比较好的。对啊，官方团还要扛销量。什么灵果在叠字，要放意义哦。你最喜欢参加什么活动？演唱会吧，还是最喜欢办演唱会的？办演唱会就是很开心啊。敲了 Passos 的特别，对啊，但是要先了 Passos， 赶快出个表演。对，演唱会成本最高。但想要办那种三周年演唱会，高成本。这演唱会我也蛮期待，这样是要讲期待嘛？就是因为真的是蛮好的，只能跟大家讲蛮好的。西亚的毕业演唱会蛮好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应该不是说蛮好的，很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很好，超级好。就是所以现在非啊讲期待也很快，又不想那么快到，就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情。就是你又不想要他那么快就快，破音是不是？不想要那么快就到毕业演唱会那一天，可能就是真的是
非常好的一个演唱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毕竟是大家知道诗雅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由他来安排的演唱会肯定是会非常好的。三周夜演唱会是什么？三周夜演唱会单身快想就在那个舞台，办在北流，办在北流可以努力努力一下，北流真的是要努力一下，就是希望可以办线上的啦，希望可以有线上，就是海外或者是不能来的人，或者是想把现场位置留给大胸膛的人，就是也可不可以在线上看，希望会有线上座位多一点，应该会比较多了吧，不知道，还不太确定，应该是确定了。对啊，毕竟是诗雅哎，我们诗雅大大还是会让努力让整个演唱会变得非常的棒，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很喜欢，很然后讲很期待很怪，反正就是对大家期待一下。大家确不确定？一定是要确定的吧？场地基本上是已经确定了，该确定了吧？现在不确定还得了，现在不确定我们就办不了演唱会。但是关于线上可能就是还在争取吧，不知道。对啊，快了，就是现在也差不多开练，差不多要开，欸，不是差不多开练，我要讲什么，开练了。哇哇也有线上，不知道欸，希望诗雅可以争取到，希望是有啦，毕竟就是一个很难忘，是很难忘吗？也不知道，都还没开始。谢谢让你欢笑的母羊宝宝。As a matter of fact, for what it's worth, Grammarly again. Oh, 28分了。我们来看一下，玩家明天要早起。但是五点的那种，五点的那种早起，非常的早。什么练排名？播一下下一首歌。哦，最近是好久没有睡到饱，到底什么时候会有这一天？不晓得。阿摩尼，来风正在吹。谢谢小阿旺的浪漫玫瑰，感谢。第一名是谁？小阿光，小阿光有想要特别的东西吗？小阿光有什么想要什么奖励吗 ？River 的River 的名牌尚在宿舍中。谢谢米索带你去流浪，谢谢你带我去流浪，感谢感谢。开念开念，小光还在吗？River， 把河流，哎，把激流给跨越 ，You can do it！ 哇哦哦哦哦！对对，我真的忘记这歌词这么长。哇哦哦！你说现在做，我们现在穿牛仔裤哎、欸，我现在做到吗？但这样子我们就要移位嘞、欸，啊！但是我现在没有拉筋哎、欸，我那个真的是拉很久筋，我做到吗？这是什么诡异的？是拉的筋，救命！哎呦，哈，哎。这好难度好高的，难度好高的那个指定 pose。
金，等一下，我做到吗？我先来，哦，我的袜子很可爱吧？好好诡异哦，我来试试看。哦，可以之类之类的，公园复健可以，我的筋骨还是软 Q 的吧，我还是算是还算是软 Q 一点点点点一点点的，我退后一点。哇呼哇，对啊，而且我后面看不到。来，让我来喝水。这样子嘞，这样好像可以哦。加起有啥？电风，电风。哎，之类的东西，不知道，太难了吧？很久没有做了耶。好啦，就这样，差不多。我在他要倒下时接住了他。哇呜哇，差不多就这样，拜拜。那到底是有天蝎元素吗？不知道哎、欸。大家不觉得袜子很可爱吗？这点点的袜子，哎、欸，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代表什么呀？是不是剩下？是不是剩下要多买几包啊？大家？是吗？是吗？是不是剩下要多买几包？是吗？是吗？可能是吧。用脚手是，这可能是我幼稚园做得到的事情。买了吧，买了吧，买了吧。再定一下，定一下。那我来念个排名。你嫂就是刚刚突然丢了一个那个陪你去流浪。第一名是 Miso Cocatrizo， 谢谢 Miso Cocatrizo。第二名是小阿光 Cocatrizo， 谢谢小阿光 Cocatrizo。第三名是夏季的草莓酱 Cocatrizo， 谢谢草莓酱 Cocatrizo。第四名是 River Cocatrizo， 谢谢 River Cocatrizo。第五名是亚欧茉莉 Cocatrizo， 谢谢亚欧茉莉 Cocatrizo。第六名是 Hoin Cocatrizo， 谢谢 Hoin Cocatrizo。 第七名是 Kilo Cocatrizo， 谢谢 Kilo Cocatrizo。 第八名是 YC Cocatrizo， 谢谢 YC Cocatrizo。 第九名是 Akira Cocatrizo， 谢谢 Akira Cocatrizo。 第十名是普拉斯 Cocatrizo， 谢谢普拉斯 Cocatrizo。 第十一名是 Gake Cocatrizo， 谢谢 Gake Cocatrizo。 第十二名是 U Cocatrizo， 谢谢 U Cocatrizo。 第十三名是 CQMK Cocatrizo， 谢谢 CQMK Cocatrizo。第十四名是振宇 Cocatrizo， 谢谢振宇 Cocatrizo。 第十五名是维 Cocatrizo， 谢谢维 Cocatrizo， 感谢。那大家差不多去睡觉了，九点半了，大家应该从这边排名抽走。好，大家去睡吧。下次直播好像是礼拜二吧，忘记了。Maybe 是礼拜二 ，Maybe。白破音 ，maybe。大家拜拜。狼里，那也会手机要帮我安 ，Gig 机要帮我安，开心机要帮我安，普拉斯机要帮我安 ，CJ 一一零三机要帮我安 ，River 机要帮我安 ，Miso 机要帮我安，怀机要帮我安 ，YC 机要帮我安，冯佳仁机要帮我安 ，Akira 机要帮我安，小光机要帮我安 ，Gig 机要帮我安。国树就要放我安，哇！国树是什么？真情告白吗？朱莉就要放我安，杨茉莉就要放我安，柠檬就要放我安，哈密瓜就要放我安，古早微微 A 就要放我安，哇！谁？谢谢 Miso 的红包，感谢 Miso 的红包，哇！又想到赞，普拉斯就要放我安，冯佳仁就要放我安，九蛋就要放我安，全阳就要放我安，派了就要放我安，勇哥就要放我安。邱日红就放我安，这里就放我安 ，KX 就放我安，阿俊就放我安，昨天生日快乐，WZI 就放我安 ，YC 就放我安，柠檬就放我安 ，D 就放我安，不当不到土就放我安，阿 Kia 就放我安，安 Shakalaka 就放我安，土豆就放我安，古早微微 A 就放我安，虫就放我安，果蔬就放我安，九蛋就放我安。
心就帮我按，老沙就帮我按，杨茉莉就帮我按，米索就帮我按，秋日红就帮我按。还有谁没有被念到吗 ？OK OK， 大家晚安啦。五四三二一 ，OK OK， 大家晚安啦。五四三二一。OK OK， 大家晚安啦。